人类文明残垣断壁，世界荒漠淡蓝无存，这是僵尸末日日日日。Hello， 大家好，我是鬼鬼，今天我们来试玩一个 Minecraft 的模组新系列 7 Day to Mine 七日挖。没有错，它是那个 7 Day to Die 的一个 Minecraft 的版本，七日死这个游戏呢，是在一个末日的世界，充满了僵尸，我们要想办法收集物资存活下去的一款游戏。那款游戏其实我也没有玩过，但我们直接来玩一下 Minecraft 的版本会变得怎么样呢？那在开始之前呢，如果大家喜欢这样的题材呢，可以按个喜欢支持一下，我们正式开始。这个就是末日般的世界吗？哎呦，充满了粉尘呢，哇，有点末日，我还在有点沙漠的地方。没有错，就是我们的世界啦。其实跟单人的 Minecraft 有点像，本来就整个世界只有一个人，很可怜。那这个我们可以拿石头我们一开始呢是无法破坏方块的，我们一定要有工具，一定要有木棒就是这个。我们这边有一个生存的手册这边要有得到特殊工具才有办法挖资源啦，像这个石头斧头，然后石头的铲子，这有其他模组也是有类似的但这个又不太一样，就是它自己独立出来的东西。那这个石头我就没办法敲，所以我要找到植物，这有植物吗？连这个都不能打那个木棒我也不能这样拿，只能用剪的。OK， 我们先剪，然后我们要去找纤维。哇，可是这边感觉都枯掉了这里哪里有纤维可以拿？这里感觉一片荒芜，矿物可能蛮多的。这是什么？有纸张就是纸这个我还不能挖，这个有点像废弃的杯子还是什么的。这个呢？这个是垃圾 garbage， 垃圾袋里面有东西。哎呦，这下面旁边这好像一张床这是垃圾袋OK， 我们可以来捡垃圾了。OK， 原来是捡树枝捡垃圾的游戏。懂了懂了但是植物呢，我完全没有植物，我根本做不了工具，这种框我就挖不了了。然后我看一下地图呢，附近都是这种荒芜的地方，哪里会有树？我要想办法先找到绿地我们可要大迁徙一下了那个是什么东西啊？有一个这个是泥沼吗？有一个车子废弃的车子里面没东西。车子这个应该是不会陷下去吧。 OK， 荒废的世界哇，但是我们现在往下走，整片看起来还是这种荒芜之地，完蛋！这样我们到晚上该怎么办？也没有建筑这里有什么矿呢？也没有建筑之类的，除了那个刚的小袋垃圾之外，我没有找到其他的垃圾了全部都只有木头跟这些石头。我现在连领土也打不了，但需要有更高级的这些工具来做金属。这金属好像也蛮多，也可以做枪我们在末日没有枪，真的是该怎么活下去呢？这个废车里面有一瓶水我们这边水哇，我左下角那个耗光光了，左下角那个紫色不晓得是什么，应该是我的健康值吗？蓝色是水，那但是我们那个紫色应该是饥饿度吧？我现在饿得很扁，我们吃腐肉。刚刚垃圾好像也没有补还是我们的体力值，我一直跑不到会不会太累？也没有再恢复感觉没有到恢复很多。好嘞，我们真一路这样捡过去了，不晓得我们哇好多水哇，这车是水车水至少不缺了吧，食物开始要缺了，而且我担心的是晚上。那这边看起来是水边水边这边还有垃圾，看下水边有没有比较多一些植物的东西有书本，有纸张，有书本这个是电锯吧，伤害超级高的还有一些铁板，但这个应该要油油发动得了我可以直接锯树吗？会不会没电？有锯树这个树也是要一个一个砍不会整个倒下来，锯树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快OK， 我们直接跨越的科技直接拿到一个电锯，但我觉得它油好像快没了，就是我们最后一颗了。OK， 我们直接拿到这个木头。怎么是木炭？你不是木头不对耶。这个树已经焦掉了，只剩炭了，烧到剩炭。好嘞，那代表我们这边完全是没有树的嘛？惨了惨了，这边的水有草，一点点的草。这个草还有墨鱼。嘿，这里有一根草，没东西，完蛋。这一片看起来是有点绿地了，但就是也没到这么绿。有草有草有草啊 ，nice！ 我看到了，有了植物纤维，好棒！
我应该只要有一个就可以了。我们现在做基础的石头锤子，然后它的斧头呢，它的工具其实只有两种，就铲子跟斧头而已啊，没有锤子。这个是斧头，这边原本好像还有一个指南书，但它无法制作，这个模组又禁止了。石头的话可以做篝火，哎，奥的合成台呢？啊，合成台要怎么做？木头啊，想着办法找木头，合成台应该就正常的方式了。但我得先找到没有焦掉的木头，我连这个石头都那么难敲，我可能要金属，不对啊，我连第一个金属都没有，还是这是正常速度？我们努力把它敲掉看看，看它会不会保留下来，就知道是不是这样的获取方式。但我觉得太久了，我觉得应该是要没了，还没坏耶，这个有点像在敲黑曜石了。然后我想应该是要爆掉了，要爆了没？如果真的会掉，真的会掉啊！敲太久了吧？所以它这个是铁的碎片啊，这里有，它是废铁镐啦。但是我的工作台呢？它这个一定要三乘三啊，我得想办法先弄出第一个工作台。那这边有一个新的，这也不能做哦。这边有一些蘑菇可以吃了。OK， 我觉得要晚上嘞，不妙，晚上一定僵尸爆炸多。然后我们还没有一个庇护所，重点是我也没食物了。蘑菇有没有别种呢？没有，都是石头。我们先要想办法先找到树。对，目前这边都是碳，还没有我可以挖的树。喂，这什么？这么黑炭人，他烧起来了！哇，怎么还有安德？不是吧？我没有看到你吧 ？OK， 躲车里吗？完蛋！我要空手，完蛋！我还不能挖方块耶！哇，这样也太硬了吧？孩子树影还有蜘蛛，我会出事！我有没有地方可以躲？啊！救命啊！哇！根本活不了啊，这个世界太苦了吧。我还是直接穿越沙漠另外一边好了。一开始这边至少还有一些纤维齁。我们刚刚应该走错地方了，往反方向走。好，刚刚其实也没拿到多少东西啦。不捡了，甘蔗可以捡一下。等一下，好像出事了。为什么上面多一个 holder 是什么 ?boss 级的吗？我现在这个没办法敲这些，因为这个哇。等等，你是王吗？我只有这个，哇，是那个烈焰的吗？出事喽！不过他跑得有点慢，我直接跨走。这里是海洋，哎，这整片都是海耶。那我直接离开了。有 boss 啊！我是那个人吗？我现在只有这个铲子跟斧头，好惨！他都会追多远？我们去寻找我们的木头吧。没有木头，我们就没办法做镐子。然后就没办法好好的挖矿。那我们刚其实是用斧头在敲那些矿物，但一开始真的是要用这个来敲才能获得第一个这个废铁。哇，这边有成群结队的僵尸出现，还有一个在游泳，这个姿势还真漂亮。他这个姿势，游泳姿势很棒。OK， 还是我们直接去我们的死掉的地方，还有700公尺，因为那边算是有也没有树，但是上面是有绿地的啦，还是得走。这整片真的是完全没绿地，我也不知道得该往哪边走，先去捡东西吧。OK， 我们快到了。我们一路上其实发现它没有枯工，这边只有 Creeper 跟怪僵尸还有安德，倒是没有枯工，因为它一开始如果远距离的话，我们真的没办法活，大概都变僵尸了吧，还来不及变骨头就先变僵尸。好，所以这僵尸在这边活的应该是蛮开心的。那我们的食物来源真的是非常的不晓得该拿什么，这个蜘蛛也没有没有好吃的啊，拿到正常的线了。不过植物纤维大概也是可以代替。那个燃烧的看起来也是不会有吃的，你都给我一些碳吧。我的水，对，我这边还有水 ，nice， 捡回来了。可是喝水不会饱啊，这个啦，电锯。那我的电锯呢？这个伤害应该还是有的吧？这个我们用敲的不知道会不会耗电。来，耐久已经在减少了，纸张。喝个水，要白天了，有鸡啦，鸡肉，有喂 ，nice， 野生鸡肉。但我现在能烤东西吗？不行，我要做萤火呢，也是要有木头。该不会它会那个吧？会腐烂吧？为什么全都是分开的？我没办法堆叠在一起，这么硬哦，食物就要占那么多包包位置吗？好狠。那不过这边背包其实这里是有一个栏位有背包的。
然后想要先找材料，至少要合成材吗？所以首要目标还是找树。我们找了一圈，找了半小时，连棵树叶都没看到，就只有草。那上面的话又是水边，我是想坐个船划走，但也没有那个木头啊。还是我们往沙漠那边探过去。哇，这个岛好多垃圾哦！啊，里面垃圾有一些废铁，很棒哎，超多垃圾的。然后还捡到一个罐子，空罐呢，这是习惯，好像有用处哦，这个先留着。那感觉我们现在只能吃生鸡肉了，目前还都是一样的花色，没有什么不同的景色改变。会中毒哎，这是旧版的会饥饿，还是新版？我记得新版不会这样饥饿，对不对？鸡肉超不饱的哎，完蛋了。然后再过去呢，海洋哎，没有陆地了，没有树，没有除了这些这种两三种生态系以外的地方吗？这就是末日吗？有猪，这里有粉红小猪，太棒了！有生的猪肉可以吃。哎呀，生猪肉应该饱一点点，可是也都是会分开。可以啊，哇，这个食物真的是太缺乏了。哎，我们这个旧版哈，可以连哎，这个 1.12 不能连灰了，连灰的是在 1.17 的版本吗？啊，更久更久。哇，那时候连灰到底是几年前啦？太久了吧？我们已经很习惯慢慢灰了。哎，猪肉蛮饱的哎，至少补一格半。我没有动力可以继续往前了啊！但靠地图我又没动力了，因为一望无际呢，没有新的景色啊。我刚试着装一下这个水，它是脏水耶，这个不能喝。我们之后捡到的水是干净的，这看起来还要再煮过哦，没错，要烧，或是放在这个篝火上烧。嗯，等一下，那个是啊，丛林神庙吗？跑到丛林神庙了，里面有没有正常的木头啊？啊？我还没有方块可以垫上去耶，啊，我这个挖不掉，等一下，我有垫东西的方块吗？没有，这个要3×3才有变成石头。哎，有僵尸声音，我没有办法可以进去。神庙，入口在哪里啊？啊，这里，哦，燃烧怪物，这个可以敲吧？木炭怪，敲一下，会，啊，走路过都会烧起来，啊，这个东西应该也会烧起来。哦，血超多的，我觉得我们要再加装一个血量模组，然后再加装一个，哎，它烧起来了，嗯，我怎么还可以鞭尸？啊，没了，哎，也没有变成碳掉给我，没有哎。好的，这里有陷阱，没有开，没有开，肉 ，OK， 腐肉，它连腐肉都是分开的、哦，然后创意神庙这个拉杆有一个顺序。这样子应该有吗？啊，有了，它的开口在这边。哎，等一下，这个我出得来吗？因为我现在没办法破坏方块耶，然后我又没有东西可以垫，我这样会不会下去出不来？尴尬了。我要 A 这个拉杆，然后看一下，可能要靠活塞把我拉出来咯。我现在的状态有点特殊，哎，确实进来我就出不去啦，直接拿到黄金，我们时代大进步。那腐肉还是一样不能吃。这世界有马吗？马凯 ，OK， 我们的黄金呢？有没有什么特殊的？看起来没有哎、欸。黄金顶多金苹果吧。我们文明发展好像不需要用到它。哇，这边我们要想办法卡上去哎、欸。以前的这个活塞中间有空隙吗？上来，没有上来啊！等一下，我饿到我没有水了。我刚刚口渴哦，口渴会扣血耶。OK， 我这边应该找到解决办法了。这边呢，哎，下面还有一个活塞，这样子我站在这边其实应该就可以推上去了。哎，可以哦，我们居然自己困在神庙中，但是也自己想办法脱离。喂，哎，让我上来 ，Nice， 我成功逃脱这个神庙啦。虽然拿到黄金，但好像也没啥用。那我们现在也没办法睡觉，要睡觉至少要一个木头的合成台。好，我们该何去何从呢？目前外面还是沙漠一片。我们可能稍微待一下下再走。我们在神庙里待了一晚，也没有到很早的样子，天也没有亮，还是都是沙尘暴的关系。我们要继续上路了。我们的第一个落脚处到底在哪里呢？诶，这个车子里面有衣服诶，紫色大衣，还有皮革，赞诶，我有衣服穿了，真的是紫色袍。这里的皮革呢，诶，加这个油哦，这个要瓦斯桶诶。我们也没办法，诶，木炭没办法做那个哦，完蛋，还可以做绷带，皮革也是绷带，还有啤酒，
这是那个燃烧弹耶，而且这世界火把呢还会熄灭，它这个点久之后你要再想办法把火再引过去，然后想办法得到汽油桶。所以汽油桶这个车会有吗？可能应该也是道具，没办法从这边漏油出来吧。那这边感觉到一条道路，我们就沿着走，但它也没有带我们到可以找到树的地方，就是一直走。 OK， 我们的材料是很多，但就是什么都有，就是缺木头，这边整个断掉了。啊，等一下， Air Drop 是什么？空投？有空投箱？2739-275 2739，我是要去抢空投的吗？2739-275这个方向有空投，我们直接有没有直接好工具啊？我们直接跳过这个找树的阶段。空投箱，前面怎么感觉有建筑？这该不会是发电厂吗？哎呦，还有那个过得去吗？这里面一定有东西吧？但有没有那种拿枪的？不对啊，应该都是僵尸的，对不对？我得进去看看。还是我们先去捡空投，空投不晓得多久会不见吗？我们这边大概还有300公尺，但是我这边要进去，没有看到它的入口，感觉很坚固耶。这个我如果要破坏方块，我觉得我至少要升级至少那个废铁的工具。我们先去看空投好了。2739，我到了啊，-275，应该就在这啊，没有半点像空投的东西啊，还是还没下来。等一下，空投现在才下来，我看到了，在那边呢。哦，我看地图那个小点点才发现的，紫色点，就它位置也非常不准确。我们稍微绕了一圈，有了我们的空投箱，热腾腾的，太棒了，至少给点工具吧。嘿，有食物，正常的食物也不能堆叠，水不错，这个是咖啡莓果耶。那哦，罐头牛肉。然后这个是血袋，哇，很棒。但我们现在吃生的还是够吃啦。面包可以补 2.5 格啊，非常不错。那这个咖啡果，这可以煮成咖啡豆哦。咖啡豆原本是长这样子哦，那这个可以再泡咖啡咯。啊，真的是可以耶，这应该就有特殊功用了。这里有到仙人掌耶，仙人掌我还拿不走。那哦，那个火焰它泡到水里没事，跟小火龙碰水不是应该会有事吗？它这个火好强哦，不会熄灭。那我们这个前面呢，又有一个很像监狱的地方，然后还有岩浆，这我们有办法进去吗？我们现在麻烦是没办法垫方块，我们可能绕一圈找一下它有没有入口，或是旁边够高的话，旁边好像还有铁丝网，然后又是晚上的时间。哇哦，这里的沙子怪怪的，红砖的。哦，玻璃可不可以破进去啊？但就是我需要垫脚方块啊。有仙人掌代表这边有没有比较有水的感觉呢？有树吗？树的希望到底在哪边？这里感觉可以进去耶，我们不要闯进去啊。但我进去还出来吗？我现在很担心。但这是我们孤注一掷，这个铁丝网到底会不会痛？我先确认一下我到底不要进去哦。东西很多，怪物也很多，垃圾袋很多，然后进房子一定有东西可以搜。来咯，走咯，到底会不会死我不知道。出发呀。不行，进不去啊。他直接会被铁丝缠住，完全不能动耶，我连回来都回不来。我们没了，我们绕了一大圈没了，完蛋，我这世界太难存活了吧。七日蛙已经花了2天的时间，进展是零啊。